由今日起一个月里面我就会丧敷左边面，咁到底一个月之后我块面会有啲咩唔同咧？哇，好型啊，劲似嗰啲咧卡通片咧有个猪嘅族嗰啲族长啦。佢有几型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二 G 大国际》，我系 E.G， 我系 Joyce。有咩重大发表啊？请问我有一个决定，呢、这个实验我想做咗好耐噶啦，今次终于都可以做啊！就系、是、一个月入面敷面膜，净系敷一边面。吓？我想象唔到啊，点？一半面皮肤好好，一半面皮肤唔好。嗯。啲人成日话面膜有用，但系作为一个男人嘅我咧，我觉得。因為一路以嚟對於我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心理作用，摩定一個生理作用。但我依家就要做實驗啦，到底呢個係生理作用定係心理作用呢？我用半邊面話俾你知。偉大啊！偉大！好多謝今次嘅合作夥伴 North Expert。耶！咁佢就俾咗呢個深層面膜我啦。咁佢仲俾多咗兩樣嘢我嘅隱形痘痘貼啊。咁啊大鑊啊，都要有痘痘先試到。我依家未有住，我近排食得好清啊，所以我真係。唔容易生痘痘啊！依家，但系条鼻毛突咗出嚟。喂，鼻毛还鼻毛啊？做咩？你觉得索就可以索翻入去啊？真系要等有暗疮先可以试用啊！呢支嘢。咁就俾我用咧，因为我呢排好夜瞓啦，同埋我都算青春啊，所以我最有青春痘。等我翻去用一下先。唔住啊，合作伙伴，我下次唔会咁样感觉盒噶啦。哦，系喎，哦，系喎。即系咁样，跟住喺个暗疮度，就喺个暗疮度碌碌碌咁。哦，咁啊得噶啦，饮住。傻傻傻，同埋呢一个喷雾式嘅控油纸啊。哇哦！我好有兴趣啊呢、這个。但我想讲你冇面油，我面油系超多。我面油都超多噶。唔使嘅，一人一支嘅，佢俾一支就俾一支我。唔係我咁嘅樣，係因為佢其實皮膚咧真係好好嘅。我唔係，所以佢先可以講出嗰啲啊，唔需要保養咩？我哋而家試下呢個噴霧先。唔係，冇啊冇啊冇啊！點解咁快？點解咁快啊？大家都冇面油，你噴落嚟做咩？你好多面油啊！你多啲。特別適合呢個口罩機啦、吸煙啦、受壓力、身體期不規則、處於潮濕嘅地方同埋喜歡進食垃圾食物嘅人士啊！啱你喎，即係除咗吸煙嗰個之外，其他你都中。係受壓力啦，同埋喺呢個潮濕嘅地方。我主要係想講食垃圾食物。咁嚟到我哋今條片嘅重點啦，就係呢一支毛孔清道夫啊，佢係叫做活性炭深層潔面磨砂泥膜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我本身咧係諗住一個月30日咧，日日都敷嘅。咁但係咧，咁佢哋都有同我講啦，因為係深層潔淨嘢咧，你就唔可以每一天都用嘅。咁一個禮拜用兩次就已經好盡噶啦。所以我就呢一個月入邊每一個禮拜都會有兩日去敷半邊面。咁就有話可以吸走油脂、黑頭、毒素同埋污垢啦。邊面面啊？你邊面嘅污垢多啲啊？呢邊咧順便 trim 埋你條鼻毛啦。咁你半個月後咧，你嗰邊你唔好咁樣整啦。咁你半個月之後咧，邊面就會靚。我俾個頭箍你啊，你洗面。洗完面啊，好高啊個額頭。誒，洗完面仲有眼屎嘅，你究竟有冇洗面？有啊。哦，佢質地都好易推開，同埋好滑。捽落去嘅時候，我已經 feel 到有少少磨砂感。嗯。同埋係依家係涼嘅。嗯，黃生。你條鼻毛染咗色啊，因為佢突咗出嚟。哇，你好型啊，勁似嗰啲咧卡通片咧有個豬嘅族嗰啲族長啦。佢有幾型啊？我係咪要等佢變淺灰色啊？係啊。大約10分鐘咯、啊，佢話。既然有10分鐘嘅等待時間啊，大家可以聽我講一講。佢呢度寫咧，配方就比維 A 酸更高效安全。以下落嚟嘅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噏緊咩啦。不含 SLS、SLES、AHA、PHA、硫酸鹽、維 A 酸、香薰油防腐劑、植物荷爾蒙、化學物質及致敏成分，唔會引起肌膚刺激同埋光敏性。即使敏感肌或者懷孕、哺乳期同埋接受藥物治療期間都可以使用。嗯，咁佢真係幾天然喎，嗰啲成分，因為咧有好多呢啲深層清潔咧，用完出嚟其實係會。敏感哇！佢越嚟越多淺灰啦，好笑啊！咁樣睇真係。佢話啲污糟嘢咧就會 keep 住係深灰色嘅喎、哦。我見到啊，即係呢度呢啲一點點係深灰色咯。見唔見啫？見到啊，可以等多陣先。唔係咁 work 噶。哇！死啦！我塊面係咪本身都好乾淨啊？你知唔知呢個係有幾流蛋？不過你喺香港生存嘅人類男性嚟講，你都算係乾淨嘅，真係。清水拍打喎，唔係咁，
哎呀，唔係啊，佢有啲磨砂㗎，你磨咗先啦。跟住咁樣磨。係啦。我 feel 到喎。磨完應該真係好滑啦。哇！但係磨到個剃都剃損咗。咁嗰度就唔好磨。哇！使唔使搽咁多嘅？即係幾多仲有？我一路都淨係向左磨㗎咋，冇向右磨過任何一下。你嘅右邊面唔 deserve。好慘啊！係啦，知道啦。整到你攣嘢添，真白攣慘。翻嚟啦！但你俾我睇定咩色？哇！雖然你黑頭唔多，但係你而家仲少咯。真係㗎？嗯，唔公平啊！即係見到另一面嘅黑頭係多過呢邊啊！係啊！咁大鑊，一陣間要影一影。你試下摸下摸。啊！係嘛？係啊！呢邊超滑喎。但我想講咩？洗完面，因為洗完面咧通常會好乾㗎嘛，你會 feel 到啦。佢而家係水潤清爽嘅喎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它沒有那種乾爭爭的感覺，我竟然是的黑頭真的少了，你鼻那些你是說這邊這個鼻的黑頭嗎？ 是因為我這邊鼻和這邊鼻我是看到，我不知道認不認得出，但是對鏡是看到的，很誇張啊。你就好吧，黑頭這麼易就洗得走，我那些很頑固。有多頑固啊？跟我的性格一樣那麼頑固。哇，那真的很頑固啊。做什麼啊？總之不用這個比例。比例，比喻啊。由今天起，一個月裡面我就會喪敷左邊面，保持一個星期敷兩次，因為深層嘢嘛。咁到底一個月之後，我塊面會有啲咩唔同咧？雖然今次嘅合作夥伴應該會希望好大唔同，但係我個人就希望冇咁大唔同嘅。睇下一個月之後咩環境？八月十七號啊，咁啊第二次再嚟敷敷面膜咁樣啦。到底之後出到嚟件事會係點啊？半邊面好唔慣啊！我做了 beauty box 噶，哦咁啊，完全变晒浅灰色啦。唔知道大家见唔见到呢边？我唔小心 high 到少少呢块面嘅鼻啊，呢度变成咗啲深灰色嘅污糟嘢，大家见唔见到啊？开始熟手啦，不过我怀疑咧，我每次搽完之后都成只手都系黑晒，我成日都觉得我系咪有啲嘥嘢？搽开面膜嘅朋友们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，定系面膜？就是要咁大量啊，咁先就係膜啊嘛，即係咁樣漏窿咁點膜咧，係咪？成日都好驚捽到阿Joy條頭巾，捽到阿Joy條頭巾咁，唔知有咩下場啊？咪講下啫，佢冇乜嘢，你都係拎去洗嘅。GG， 嗨到添，已經洗好咗啦，上次嗨到嗰度，哈哈。神不知鬼不覺，大家其實平時睇呢啲畫面係咪都好少係一個男人喺度咁樣做？九月一又嚟敷面膜啊！我終於都知點解有啲人話面細係好啦，因為面細係可以耐啲先用完一個面膜，沖完涼再睇下點先。依家睇落好似真係白曬，係咪冇任何污糟嘢喺塊面度啦？咁至於個滑亂度已經唔需要再講噶啦，係一日比一日嘅差得遠。做一霸咗個位。好啦，咁今日就嚟到最後一日，敷埋先，敷埋呢個就最後一日。我一陣間要沖涼，你要等下我。你同觀眾傾住偈先。就同觀眾傾下 ，AG 大個仔有幾戇鳩。好凍啊！最緊要擠多啲啊！我嘅心得就係佢今日敷緊我。係啊，呢部機我自己買翻嚟嘅時候唔當我係人，翻到嚟就 check 啦。即係你就幫手睇下到底呢兩邊面有幾唔同。好。嗱，咁依家就到驗貨啦。好慘，我變咗做實驗品。哇！你呢邊啲毛孔裏邊嗰啲污糟嘢係冇噶。嚇！即係我。即係清咗好多咯。即係你係見到呢邊毛孔入邊嘅污糟嘢。係啊，即係見到裏邊有啲黑色嗰啲黑頭啊、粉刺仲喺裏邊咯。但係嗰邊咧清潔咗好多。咁大。同埋毛孔細咗好多，即係細緻咗咯。我就係 feel 到毛孔細咗咯。嗱。很犀利，雖然話會不會是在這個距離，或者人與人講嘢的正常距離，你能夠看得出個大分別呢？我坦白講啦，就真的未去到的。我這邊因為其實它都不是說很差啫，好似你不嬲都唔差㗎啦啲皮膚。咁所以就冇話鴛鴦爛面咁樣換啦嚇。咁但係咧，真的就是滑到啦，你可以咁樣，你咁樣你嘅試下，係好有趣嘅呢件事。呢邊係滑好多嘅，然之後個毛孔大細，我覺得有唔同啦。跟住就係佢話嘅清潔度啦，咁但我就唔係好識睇嘅。大家可以睇下，我好認真俾大家睇，睇唔睇到咧？我都想知道，你覺得咧？你有冇拍緊4K？冇。
咁可能大家都已經睇到啦。係，我慶幸我終於都完成咗呢個實驗。你係咪都試咗嗰個痘痘同埋嗰個噴霧控油紙？我想嗰個噴霧咧，我係日日用啦，而家。咁誇張，咁咪就係用曬。可唔可以攞埋你個字？不得啊！我想講的就是因為我自己呢，即如果我落街買麵包，我不會用的，但是如果譬如有 event 啊，又或者有活動的時候，我一定噴咯，好 OK 嘅喎。我想講咧，仲 OK 嘅咧，就是化妝的時候咧，我嚟噴，當好似定妝或者保濕咁樣。有用嘅。哦，我就覺得那日的妝咧係仲 stay 得耐啲，持久啲咯。哦，雖然佢冇寫話有呢個功效嘅，但我自己咁樣用，我覺得又真係唔錯。O、okay, K， 因為我就冇佢咁樣，即我冇化妝嗰啲嘢啦。我係純粹就係我呢一日，譬如我出去，我要出六個鐘或以上，我唔想佢咁快出油。結果 O K 喎，又真係唔係好多油喎，咁所以我都好中意呢支嘢。我都好中意。豆豆隱形嗰個點點點。暗瘡水嚟嘅，咁咧其實我呢度咧生咗粒暗瘡，大家可以睇到。我是兩日之前生的，你是不是家人的？沒有，即是想告訴大家我兩日前生，然後我 keep 住找，然後現在已經謝了咯。小心的就是它那個碌碌，有時候可能會碌到很多暗瘡水出來，你要小心擠它，擠到它出來才再碌的。今次就是個實驗結果了，真的是希望鏡頭是可以拍到一些東西給你看。它都是敷你敷，好慘啊，就算敷了一個月的面膜，它都是不敷我敷它。好多謝今次嘅合作夥伴 Love Expert 俾咗佢哋嘅產品我嚟用啦，咁效果都真係唔錯，亦都有好多好介紹，例如嗰個噴霧嘅控油紙啦，我之前係唔知道有呢啲咁樣嘅嘢嘅，我依家會知啊，依家就搞到我第時要入貨咯。嗯，我都係。入貨嘅時候哭出來。呢個真係好好用。我嚟緊咧，其實仲 prepare 咗，又係敷你敷啊！你同我行前先，你過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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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咁我嚟緊咧，其實我仲預咗更加多嘅實驗㗎，都幾寫身嘅實驗啊，比今次可能會更加激。咁到底係咩嘅寫身實驗咧？咁大家記得訂閱 EG 大個仔啦，之後仲會繼續做啊。逢星期一、星期四出片啦，訂閱完我之後記得撳埋個鈴鈴，咁我出片嘅時候 YouTube 先至會話俾你聽噶。記住 follow 埋我同佢喺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我依家好驚下呢個實驗。係咩嚟㗎？點解我？我先同你講。死咗！我唔記得咗啦。拜拜。